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 Eco First，这个是我全的 member 所问的一只股，可以看到呢，它已经是从底部反弹上去大概一两个星期了，而且弹上去的时候呢，更是突破这个200天均线，所以我讲过很多次呢，突破200天均线呢，就是一个买入信号，一个 buy 的信号也可以看它突破之后呢，来一个回撤啊，它又继续往上去了。如果要加码的话呢，就要突破这一个筹码峰，这个，那么这个的头部大概是0.46，所以如果它再突破0.46的话，其实就是可以另外一个的买入信号呀。基本上是形势是不错的啊，图也是很漂亮。它只要能够突破这个筹码峰的顶部0.46。我觉得他有机会直接冲去挑战这个0.57，这个阻力。OK，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，谢谢大家。